好了，本期视频的话，我们就来维修一台云鹤2的一个稳定器啊。它的故障的话，来看一下，它是这个航向轴有问题啊。然后来测试一下。好了，来看一下，确实啊，它是没有力气啊，但是在旋转的过程中，它有的咯噔咯的一声啊。然后我发现它这个有个问题啊，还有个。你这样一愣啊，它现在起来是吧，好像有一点力啊，但是你一推啊，来推一下，它会自动的旋转起来啊，而且速度很快，会一直加过去啊。这个我怀疑是它这个电机啊损坏了。然后咱们开始拆解啊，这个是它的一个主控板啊，然后我们拆掉它的电机啊，把这个电机的盖子拆下来，看到它是一个电条板啊，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是不是没反应啊。然后再测试这里啊，来试一下，也没反应。好，这里它就有了啊，就说明了一点，它断了一根线啊。我们这是看它，这是它一个单独的电机。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啊，确定一下啊，来测试。啊，这个确实是有问题啊。然后再把这个电机啊给拆解开。看它里面哪一根线断了啊，它是断了一根线啊。这种电机的话，它是一个无刷电机啊。然后这个东西的话是它的一个角度传感器啊，相当于说它是个磁铁啊，它是个磁铁。来看一下啊，不错。然后拆开它的电机啊，来看一下，它有很多的绕阻啊，它这个轴承还是很顺滑的。我们观察一下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发现了问题，来看一下，它这里就是因为断了这一根线啊导致的。然后把这个线搞长一点啊，然后这个镀一点锡啊，让它绝缘层没有啊，然后给焊接好啊，然后收纳一下，然后来再测试一下。好，测试一下这就没问题了哈。好，然后的话就是到了咱们的装配环节啊，来把这个电机给装上去啊。怎么拆的怎么装啊，这东西是特别有讲究的，如果你装不好的话它是用不了的啊，说的都是废话我操。然后把它装好，来看一下这个过程。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那个怎么说来着，反正就是它可以旋转，怎么旋转它都是连在一起的啊。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安装上去啊，然后这是之前拆掉的线头也得还原了。好，这些一点点的装回去啊。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很漫长的啊，这个就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其实维修的话也是特别的麻烦啊，虽然说这个机器最终的故障它就是因为断了一根线啊，把它焊接起来就好了啊。结果装好之后发现它竟然开机就会转啊，这个是没有意想到的。然后想着刷一下机啊，给它刷一下固件看行不行，然后再测试啊。结果，哎呀，真是头疼啊！然后一开机它就会转啊。好了，来到第二天的话，就是进行了一些校准啊，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就搞定了啊。说白了就是一个。电机的一个故障啊，然后就修复了啊。这个问题的话处理起来的话感觉好像是简单啊，这个做起来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，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转发投币。好了。